哟，兄弟们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好啊！我是裤子。众所周知啊 ，MCE 有两个版本，分别是 Java 版和基业版。而平常大家能在手机上玩到的版本，其实是基业版移植到手机上的产物，所以也可以说是电脑版对比手机版了。那么你们知道电脑版和手机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吗？活板门。众所周知，活板门在 Java 中可是能让我们鱼骨挖矿的神器啊，而且也挺科学的。毕竟你头上顶块木头，当然要弯下身子了。不过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陆游？这项目投了。可在基业版中情况就不理想了，我们直接当众穿模，这谁受得了？被人看见还以为我开挂呢。红石粉。这个我就不是很理解了。加尔版里，我们的红石线没办法放在土路上。如果你说这是方块高度不一致的原因，那为什么把这块土路挖掉，反而能放红石线的呢？在这方面，基业版就做得很好。我们在土路上随便放红石线，怎么放都没问题。感觉目前为止，一直都是基业版比较优秀啊。雪的物理效果，雪这个东西也蛮神奇的。在 Java 版中，我们如果直接敲掉雪下方的方块，那么雪会直接破碎成粒子，效果直接消失啊。现实里的雪应该会掉下来吧，而基业版感觉更科学一些，我们敲掉下面的方块，雪就会落到地上。不愧是基业版。盔甲架这个差别就有点大了，加版的盔甲架是没有胳膊的，我们只能把它当衣架使用。当然咱们说的是原版啊，你指令调出带手臂的盔甲架不算。在接版中，你不仅可以让盔甲架穿盔甲，还能把手上的物品让盔甲架拿着，甚至我们前行状态下又见盔甲架，能够摆出不同的动作，而且更加生动有趣。让盔甲架给大家跳个舞吧。活塞推方块。要说物理方面，活塞推动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了，但是 Java 版在这方面就有点拉胯，蜂巢、瞭望台和箱子无法被推动，中和提灯直接变成了掉落物。基业版就不一样了，它不但能把箱子这类方块推上去，还能再拉回原位，只能说这个粘性活塞做得非常好呀，没有什么多余的 bug。 感觉在今天的比试中，基业版完全胜出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就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